道这个是什么菜叶子吗？长得像莴笋，它可以长到2米高的，又有点像那个苦麦菜，但是这个我们都不拿来吃的，我们都是种来喂鱼的。我现在要摘一点叶子到那边的鱼塘里去喂鱼。哇，好多辣，你看手上都白白的，像牛奶一样。它一颗可以长好多好多的叶子，我们把这叶子遮下来之后它又会长，长得特别特别特别高。这么多差不多够了，因为现在鱼塘里面还没有多少鱼。哇，它太多辣了，我衣服上面都是辣。现在拿去喂鱼去了，走吧。鱼塘里面鱼还特别少，大概有200多条吧，所以喂的东西也比较少。过段时间的话要天天来喂了，可能因为大哥还要买蛮多鱼放进来。好了，全部丢到鱼塘里面去了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继续关注农人家，拜拜。欢迎朋友们到我们这里来钓鱼哦。